古代最恶心皇帝妃子病死，下葬前还要打开棺材让服侍他一晚。公元401年，后燕昭武帝慕容盛平定叛乱时身中冷箭，重伤不治，一命呜呼，年仅29岁。慕容盛死后，后燕大臣本欲立惠敏帝，慕容宝之子慕容远为帝，结果丁太后力排众议，让自己的情夫慕容熙登基称帝，史称后燕昭文帝。丁太后凭一己之力让慕容熙坐上皇位，可慕容熙却是个白眼狼，称帝第二年便将丁太后晾在一旁，将扶松娥、扶训英这对姐妹花接入宫中，左拥右抱，好不自在。丁太后看在眼里，恨在心里，一边诅咒慕容熙不得好死，一边联合娘家侄子骑兵尚书丁信，打算废了慕容熙，立慕容渊为帝。慕容熙的之子死后很是愤怒，丝毫不顾及和丁太后曾经同床共枕的情谊，冲入后宫，直接将丁太后活活逼死。丁太后死后，再也没人打扰慕容熙和扶松娥、扶训英三人的幸福生活。慕容熙对这对姐妹花是言听计从，这对姐妹花说抄谁的家就抄谁的家，说用什么酷刑慕容熙便用什么酷刑。可没多久，扶松娥便操劳过度，卧床不起，这时竟然有不长眼的方式，竟然跑到慕容熙面前装神弄鬼，结果扶松娥还是死了。慕容熙一怒之下，竟然直接让人将方氏剁碎烧成灰。扶松娥死后，慕容熙对扶训英更是疼爱，封她为皇后。扶训英爱旅游，慕容熙就带着她游遍后燕，东至青岭，北到白鹿山，南达沧海，一路招摇过市，搞得鸡飞狗跳，百姓苦不堪言。可末几年，扶训英也因操劳过度一命呜呼，慕容熙哭得像死了亲娘一样，数度昏厥，抱着扶训英的尸体不让下葬。大臣们好不容易将扶训英的尸体夺了下来，慕容熙又亲自披麻戴孝，命令文武百官哭灵，按检哭者无泪则罪之。为了不掉脑袋，不少官员只能在袖子上抹上辛辣之物，场面相当震撼。不仅如此，慕容熙还用举国之力为扶训英修建陵寝，上至公卿，下至百姓全部参加，将国库花了个底儿朝天，才将扶训英陵寝建好。待扶训英出殡之时，由于拉棺材的马车太大，出不了城，慕容熙一怒之下竟下令让人直接将城门给拆了。扶训英死后，慕容熙思念成灾，实在舍不得自己这位宠妃，徒步跟着扶训英棺材跑了20多里，下葬前还命人打开扶训英棺材，屏退左右，和扶训英尸体发生关系，不得不感叹，真是一对生死之交。